身为男渣不是啊，就是能如何能成为创业实习大使培训计划？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培训计划？其实是这是最近 OCF 开放文化基金会跟台湾创业 CC 合作的一个计划，那就是希望能多培育一些创业 CC 大使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创业 CC 大使？那大使们的任务要做什么呢？其实台湾创业 CC 进入在创业 CC 在台湾大概已经十年多了，大概十年，就是大家有在做宣传。那平时什么时候十周年纪念？明年四月，2016四月十周年庆。那每个月大概也有一到两场的邀约。那通常会去讲这演讲的，要么就是中研院资创中心。那像教育部他们也有一些跟创 CC 相关的计划案。那有些还在进行，有些快要收掉，有些已经收掉。那现在会希望说，可不可以跟民间啊社群有一些合作的关系？那以后其实像这种演讲邀约，也可以像说是社群的朋友，像爸，那他是社群的朋友，那他可以来出来分享一下这些跟创CC有关的一些知识。那要怎么加入呢？首先，你就是一个热爱创CC，或者是你很喜欢跟人家分享这个开源授权的人，那你就是可以进入我们的 Google Groups 里面，我们有讨论区，那可以在上面可以获得一些讯息。那我们对新手呢，就会有一些安排的一些训练的东西，例如说有官方教材。Bob 刚刚讲的那一份教材，其实是官方教材，加上他个人也有改一点点东西，就是我们。你可以无中生有自己弄出一份教材，那我们也可以提供说有一份官方教材，然后你可以去修改，然后再拿去做一些简报的部分。那我们也有自学教材，就是由社群的朋友，那大家会列了一些推荐的读物，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读过这些东西之后，可以加深你对创 CC 的了解。那你出去讲的话，至少会有多了解一些概念。那见习的部分是像今天就是一个，有人在演讲，然后你有去听过他的一整个完整的那个演讲过程。那网络上其实也会有一些关于创 CC 的演讲的影片，那都可以看影片，然后去了解，然后去学习一下说演讲的过程。那演练的话就是实际的去传达，去实际的在社群有个短讲也好啊，或者是在闪电秀有个分享，那就是分享一下跟创业 CC 有关的事情。那接下来是要讲一下，就是其实我们平时也有一个读书的聚会，那如果想要找一些跟读书聚会有关的东西，可以上我们的 happen.cct.happen.com。 那这些新手村民聚会，我都讲新手村民聚会。对，那我们其实已经办了，这次要办第三次，在下周一下礼拜一的时候，晚间7点到10点。那我们从刚开始，我们开始讨论说我们要读些什么，然后开出了清单。那开出了清单的时候，我们有讨论过 CC 的 FAQ。就刚刚那一长串，就是在创 CC 的那个官网上面的那些 FAQ， 我们拿出来讨论。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彼此不同的观点，那其实蛮有趣的。那上次有分享了一些平台跟案例，所以除了上次的初音之外，大家有分享平时爱用的一些网站，那借此之后，大家也可以收集一些平台资料。那这一次就下礼拜，我们要开始来到了大魔王，著作权跟 CC 的。你笑什么？对，所以有兴趣的是可以加入。直接来打他。直接來。用新手越级打怪。GG。那新手村在二
2015的版本，这现在讲这2015版本，那2016可能社群会有一些自己的修订版本。在2015就是创新 CC 跟开放化基金会合作的时候，他的大使甄选的评量方式就是，首先你要先报名，你要参加 CC 大使，然后大家会抽短讲三段，然后各3到5分钟。那关于的类型就有这下面那五个：著作权啊、创 CC、平台介绍，就像爸我刚刚有介绍过的 Flickr 啊、YouTube 之类的。然后案例介绍就是 Wikimedia 之类的。那常见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很有趣、很有用的题目。那还会有一些 CC 长老，其实就是抽 CC 的代表，然后跟 OCF 的一些代表。那他们现场会有一些提问，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从提问之中了解说大概对创 CC 的了解度有没有足够。那只要你愿意分享，只要你喜欢创 CC， 那你有喜欢去分享这个东西的话，你都可以加入我们。那想要加入的话可以找我。那想要多了解创 CC 一点，你可以上 CCTW 的 HeadPad，你可以搜寻 CCTW 加黑配，或直接打他的网址，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讨论区，在上面都会有一些跟创 CC 相关的议题，或者是聚会也会发在里面。那你的搜寻就是 CCTW General， 那你大概就可以搜寻到这两个网站。耶，结束了，短讲，换人。